如果裸照流出，你点面对？叫身边啲人唔好睇其他客人啲裸照咯，同多方面去宣扬呢件事咯。但系如果有做过就承认啦。我会我认咯，你会认？系啊，跟住之后冇乜嘢咯，公开网站我认咗佢，咁我唔会因为就算呼吁咗可能冇用。可能话系反面例子啊，就叫大家唔好学。如果系真系因为 iCloud 佢系唔想泄露出嚟，咁其实都可能会考虑下嘅，即系可能有机会做咯。因为始终佢都系啲人不法途径攞翻嚟。肯定刚开始是挺伤心、挺难过的，也没有什么措施吧。现在你只能默默的承受，然后等时间长了之后，然后大家不去关注这个事情了。